在西雅图的机场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展览，在介绍 SeaTac 的 Airport。真的，是狗狗。看最佳停车地点在哪？哦，它的停车场，哇，可以停13000个位置，一年可以停230万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建筑停车场。再看哪里最好看？应该是看飞机吧 ，The View。吃饭的地方，那我有去过这里。谁在经营这个机场？很西雅图的港务局。好，这个机场要人满，每一天可以有125000人次，然后可以让它成为好像的第六大城市。SeaTac 跟美式足球有什么共同点？就是这里最长的跑道跟大概33个足球场的长度一样。哦，好长哦！机场看介绍历史之后，他讲他的 future 卫星航跟现在跟主航站要盖一个天桥，然后那个天桥它的高度是高到连那个747都可以，就是从它的下面过去，超酷的。哎，这个白白这边都是要行改的部分。哎呀，我们的第三航线什么时候才会盖好呢？